If I can't do this, everything my family's been through would be for nothing. 我们来就是想看看尸体。其他的这劳教所也有这个情况，啊，监狱还有一些，就是犯人还有这个也乐趣情况，也都有存的这个情况。 他们把我衣服扒光，把我固定在一个大约。从中央开始，一层一层的就下来命令了，就是都要执行。那你就反个命，我就可以杀你。那人当然不敢说了。